站在背板前，大家都双手比出俏皮可爱的猫爪。台北小巨蛋这几天星光闪闪，都是为了音乐剧《猫》。带小朋友一起来，对对对，让他们来见识一下这个作者 Andrew Lloyd Webber 的一个厉害。然后我最期待的就是集体大合唱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 solo 没有那么难，可是怎么样完美融合一个表演，其实是我更期待的，所以我每次只要猫来台湾，我一定看。回味四年，百老汇音乐剧《猫》六度访台，不只吸引明星艺人朝圣，观众更是把握难得机会。在日本的话，只有日文的。可是台湾可以看英文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机会。音乐剧虽然看的是同一个演出，可是其实你每次看的感受都会不一样。对，你当下沉浸在那个音乐的氛围里面，对，你的内心的感动都是不同的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一看再看。从十号开始台北首演，接下来要到台中、高雄、台南、花莲、新竹，超过一个月，总共36场的全台演出，打破百老汇单次巡演场次纪录，在疫情中用艺术响应振奋人心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